咱来台湾开起一家，愈做愈大。你知影什么原因无？那是咱东家，也阁有价值互利用。你唔当袂起哩。阿爸交代你的代志，敢办落啊？爸，你放心吧。上次啊，你帮我们弄来那些设备啊，真是不错。我记得你说的大义小义，所以对于陈家有利的就是大义，其他的就是浮云，是吗？慢慢接受伤痛，今天就是该断的伤痛。是，我回美国会加速进行。生日快乐！找我又有什么？托托你，马律师就是我黄科的事，秦堂就是我黄科的兄弟。你真正是个天公照胆。你不是我的英俊，你就早去大陆提早进步。我是真的不知道哪一个才是真的你，是听命行事的，游走黑白两道之间的，没有良心的，还是我眼前这个？我追求不就是学生口中那个为人民而生的中国？有一天，我们一定会呼吸到一样最黑的空气。这里已经被我们团团包围了，这一次他插翅也难飞，一节节的送。走到没有？没有。